庄严的意思就是讲，伊的浩瀚、甲伊的超越、甲伊的伟大，互咱吼彻底看重他庄严的、庄严的一笔。那咱的阿赖耶识。老这块的经济对咱以后形形色色不得了哦，不是干那这世尔，所以要的成就嘛是爱这款庄严的经济出来，哦，你才有法度吼形形色色哦，持续的，还当一代接一代的。很怕就是讲，咱有隔音之名了，哦，啊，咱这个庄严的种子啊，无坚固，来世都可能搁大无缘去。这星光庄严哦，我是
我是用一部分的迄个题目来比喻给大家听，因为这是一部论，叫做《性方庄严论》。这有传去西藏吼，啊，近代都传来中国。我讲的庄严，就是讲，咱对佛法有一个很好的印象，那我们的眼光就不能太浅见哈，啊，这是一样，你也敢化作什么？化作是哈，咱形形色色，要行的路，安尼吼，你都化作一世接一世，啊，一代接一代，持续的。啊，即款个夹夹要哪起来吼？我一摆比喻予信众听，我讲吼，比如讲，你看咱一世才几年个时间尔，吼。今仔日伫阮要来个车顶，阮就讲话讲，哎，阮即代已经有人走啊，吼。然后我们就互相。看一看就说哇，要走的已经面临咱这代了嘞，咱这代是阮这个年纪的。搁几年前，我是袂去想到，那是阮这个年纪，阮这个年纪还搁当少年吼。啊，不过已经，即摆要走的人已经又接近我们这一代了。其实一世人实在是几年的时间尔，我觉得一晃眼，就得要搁走啊。那咱对佛法啊，无一个宏观啊吼。讲现观啊吼，讲宏观吼。无迄个宏观，吼，迄俯瞰的感觉，迄款庄严敢若袂出来。袂出来，咱的阿赖耶识内底就无迄个精进，吼。啊，所以来世若够隔音之谜，就个断离啊，吼，也是够无缘起。所以，来。那这人间哦，熏习这个宏观是非常要紧的，因为短短时间尔，你若无予你这个印象加强，咱就无法度一世接一世。因为咱即马已经学佛，已经学到一个程度啊，基础啊已经有啊吼，即马来就是免啊，注定免啊有相续的。相续，你要念念相续啊！你要一世接一世好了。啊，无你想，敢那未明，未讲的黑暗，未讲的粗重，哦，食菜都爱累积一千世。敢那一世两世累积还无够的呢。啊，跟他没有明吼，对代志没有清澈的明，未颠倒安尼，啊，食菜都一千岁，会累积吼。何况，会跟他一世尔是要哪有够？所以即摆咱的目标吼，爱注重伫个吼，爱持续相续。啊，坚固性要出来，或者是，
需要去兼顾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为虾米因为你看，坊间民间信仰的，各种宗教的，不止一样。你要有那些去详细到去啊看哦，家家户户拢有无同款的观念甲信仰。或者是讲全世界各有不同的宗教，你要哪伫足侪足复杂迄个概念环境内底要脱颖而出一些，你像你爱地支阿赖耶识内底有对佛法的一款，你迄个种子嘛，你小孩还没。啊！无你代世来，这世间毋知要阁变安怎，毋知影。但咱这世内底变化着遮大个。啊！即摆温室效应阁遐尼，听讲买板球已经困难啦。啊！代世变安怎个？咱若走，啊，若阁来出事啊，毋知要。这规世界毋知要阁变安怎，毋知影。变化遐大。那对佛法的这款坚固性若无够的时阵，你想来世会不会又乱了？所以为什么，敢若法界就几道的众生哦，六道哦，那三界六道，啊，佮敢若人内底就遮侪概念跟信仰。啊，搁再咧，遮侪内底，你搁讲要选择，走这个佛法究竟的道，你想难不难？而且我那咧思维这块讲哇，比我迄阵阵吼，要考大学，要考医学系吼，但是要考大学的吼，那一辈子来努力要有够，其实嘛无花个一辈子，我都跟他花了一二十年的时间的课题啦。但是呢，这佛法这不是呢，哇这，我那想看这，累积较济岁，你想看卖你。那未了解人吼，伊毋知影，哇，这要深入经藏，真正是吼，比咧考大学重要几千倍、几万倍啊！但是，啥物人会知咧？啊！所以有当时啊，不管我们已经走过这十几年。不管看人生，看媒体，看电视上的，感触都很深啊。你的感触很轻微啊。当然啦，上面看的感触一样的，不断重复的在。